立法院抢麦克风很正常啦，问题是这个陈玉珍是规个，哦，又够恐怖，迄个烂的都给拖出去。你看了嘛会惊哦？我会惊哦，这林刚我去林冠宇科里嘛要注意。你被谁拖走？是，哎，这个直接从后面这样抱走，然后直接带走这一种哦，他吵来吵去而已，很少有人有肢体动作。但是徐小新那个事情哦，徐小新刚都要冠廷武功，他那个动作真的很不应该。对啊，很不应该哦，因为那时哦。我当时还是大家小朋友，哎，两软臂短了，拢也讲哎，不要这样比，这样不好哦。但是徐小新这是他正常演出啊，徐小新的形象本来就这样啊。徐小新比这样，大家觉得很意外吗？我都觉得不意外，这个是他的形象啊，他的本性形象就是这样。然后他的选民也认为这个形象、这个本性是对的，不然他怎么当选的？不过我觉得今天像今天这一种会，我也不懂王玉民你在坚持什么。你能卖这主席的后啊？你会但着急，你卖这主席，他今天坐在那里，还替自己辩驳。哎，你当主席哎、欸，人家在讲那个基金会的时候，你说我是三月十一号才知道。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离开主席台啦。你怎么可以做主席，坐在那个地方用你的麦克风替自己辩驳？你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。违反利益冲突应该回避的召集委员，你选择坐在那里，而且你坚持要坐在那里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坐在那里，树下了这种不好的典范。